唉，份粮又得鸡碎咁多，月中啊就挨面包啦，连 M 记都买唔起，啲波又唔生性，唉唔系啦，睇下网上有啲咩投资攻略先。依家呢度有一个一夜致富投资比粒虚拟货币方案，哇，一年赚300万咁多噶喎，唔好啊，千祈唔好跌入投资陷阱啊！而家网络上有咁多投资陷阱，点解唔听下沈大师讲投资呢？只要订购29季嘅沈大师讲投资，就可以获得沈大师2023投资玄机，你不妨听下啊！你哋讲紧我啊？是沈大师啊！沈大师2023年投资玄机，尝试用娱乐的角度来为大家带出股市的起跌以及环球市场的走势，不要错过啊！沈大师，沈大师，我想拜你为师啊！吓，咁啊，本大师就不收徒弟的喎，的确睇在你一番诚意份上，就赠你两句啦。只要订阅 D100 第29季网台沈大师讲投资的节目，那你就可以尽得我真传的了。大师，如果你都想获得一本沈大师2023投资玄机，你就要成为沈大师讲投资第29季的网台订户了。在2022年10月9日下午的6点到晚上10点，亲临旺角麦花臣场馆领取首批天书，同场参与夜晚7点到8点沈大师讲投资即场视像投资讲座，机会难逢。仲未是沈大师讲投资的订户，快啲登入 www.d100.net 或者致电2297-1825查询啦。除了有沈大师之外，还有 D100 后生搞花神夜市集，就是6点到10点之间，有我哋 D100 一班主持同埋后生有序的一班市集达人嘉宾。呢一个系 D100 加后生有序的首个市集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快啲嚟支持，买嘢倾偈，做咩都好，记得当日嚟支持我哋啦！